过真侪年，时间甲精力，台北大巨蛋即礼拜六要开放13,000人去看准备比赛，但是有当地旅长就烦恼，附近的路段平常时都得塞，若是办活动会塞愈害。台北大巨蛋这礼拜六要举办头一场对外测试赛，阁会开放1.3万的观众免费入场看比赛。台北捷运为着维持入站的特殊，会比较跨年甲灯会所运规格，伫附近的国父纪念馆站开设指挥中心，并且用3大所运措施。采取人潮疏运的管制，还有就是加密列车班距，并且行控中心会视人潮状况启动过站不停等等的3大措施。虽然大巨蛋要在12月初3举办头一场正式国际比赛亚锦赛，所以伫拜二14日由4队非职业的甲组球队代先骑上红土举办闭门的测试赛。2场赛比赛过程真顺利，再来18要开放1.3万的观众也当做伙入场。暗过有当地的旅长就烦恼，附近的中孝东路、基隆路这路段，平常时也都真塞，而且真侪机车会伫巷仔路乌白停车。若是开始办活动，对社区住户来讲，交通会愈乱。我们的道路都只有6米巷跟8米巷。那你要招引这4万、5万、6万人到这附近来，他一定是外溢到社区来。停车可只有那边有，那可以停的地方太少。那如果都停到这边，我就真的没地方停了。针对这场对外测试赛，台北捷运会以人的情况速度管制，增加车班，看人的车少，若是人伤多，就会过站无停做因应。我近国父纪念馆站顶16线公车，迄天我来看情形，机动增加车班。万隆古蛋公司也提供6线免费的接驳车，方便让有更多元的坐车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